继昨晚以安打让垒上队友顺利跑回本垒拿下一分，这是高雄市原住民传统体育竞技暨慢速垒球锦标赛，吸引22队来自高雄市的原住民垒球好手参赛，由远从纳马夏组成的队伍，今年首度新增女子组别，借此推广女垒运动。这次有跟很多的联盟的那些别的球队的球员来一同竞赛，来为我们的运动来尽一点心力。其他队都是成军很久的队伍，所以我们成军才一个月，然后所以一个月都在集训。如果可以拿到冠军的话，是最好的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加入传统体育竞技进行，包括射箭、直矛、撒网等赛事，共有11队伍互相对战。其实也是大家，就是不大彼此可以互相凝聚大家之间的感情，也是让大家也可以知道，是说我们原住民传统的竞技，我们以前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的智慧，像射箭啊，其实就跟我们的狩猎文化是有相关联性的，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，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原住民传统的智慧。 主委表示，希望寻找更多人才来甄选代表高雄市参加下届全国原住民运动会，也让平时工作忙碌的族人趁着假期运动休闲，也增进族人的情谊。原视新闻，大邱高雄市采访报道。